原来农业博览会是今年二十五号开幕的，我有上早热到。云林县政府会提二十四安部平安夜办开幕晚会，有请国内外的团体来表演，来表达对土地的感谢。在这条由地面往台所创造的农博主题曲当中，云林彩旗舞蹈团展出快乐来昨天。今天农村丰收的欢喜，那还有来自德国的客团用这个打扮表演调教，也动下观众的注意。农民的一些开垦拓土的一些影像的展现，那我们是希望借由这个动作，可以跟全世界来宣示，云林以农为本，我们是希望走一个永续大地的部分。经过十四、十五两年的市政巡，总共有超过五万个营业站。云林站政府在对市政巡当中发现了一堆问题，大方讲交通通行、设施安全，还有燃气燃料卖到太贵了点，让政府当局一项一项的改善当中。像饮水设施的补足，以及我们那个交通导引设施，那个指标的问题，现在也都正在积极的改善中。预售票目前已经接近预售十万张，那预售期到12月24号为止，那我们有一个折扣上的优惠。南政府表示，开幕晚会的3000张门票都不拿抢抢的，不然很多民众坐在看到。农保的开会地方会用大型的节目转播，同时还会透过 YouTube 面部全球 Live 直播，欢迎民众前往来见证云林站历史性的时刻。大家新闻李新龙，云林报道。